大家好，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FM 九四点三周末的卡卡派双语 Talk Show，我是 Patrick，我是 Katrina，会在每个礼拜天晚上六点到七点在空中与大家相见。Hello，大家好，Hello，大家好。Wow，we're in the festive season now。没错，You know what's coming？<S 当然就是我们性感的圣诞节。Christmas is coming wow。Wow，哦，圣诞节太重要，太重要了。 如何重要呢我是说，我是说，对于世界各国来讲，对、哦、对对，对对台湾的话其实比较是在，可能是十二月二十五号那前后，可能会有什么一些可能小活动，比是说百货公司打折吗？对，之类的。哦，<laughs> 怎么这么可怜，就这样而已。<laughs> 大概就只有这样子。就是圣诞节在很多的国家其实是一个大节日，非常大，是、呃、放假，<是>出去玩，然后有很多的活动。嗯哼。 而且还不是只有从，就是可能十二月才开始，他们就从那个感恩节大概就已经开始、嗯嗯、然后呢，步入了十二月的时候呢，就开始整个那个心呢就很难再收回来，<錯>就是在等着圣诞节。<對>然后很多人因为工作了一整年嘛，<的>然后就是等圣诞节这个放假好好的来充电。 没错，没错。所以很多圣诞节的电影就出来了，嗯、很多圣诞节的活动、嗯、，parade，然后，然後那个什么，c h r i s t m a s race，然后在家里的一些、嗯呃、home activities，对，都是围绕着圣诞节。对啊，那圣诞节的意义呢，在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呢，他们觉得这个意义很深重，这是一个 time of remembering。嗯。 a time of loving 对,就是表现爱啊,啊,然后,纪念啊,没错, a time for forgiving give some more just <laughs> a and a time of believing sometimes actually oh那個miracle會發生 對哦對奇蹟超級多超級多的點就是這樣子 time of gratitude 表示感恩感謝 and it's a time to slow down. Oh, 对,要让自己放松一下,慢慢来。And to simplify. 生活太累了,太复杂了。简单一点。这个festive season,要好好的来simplify。And this time of magic. 就是那个奇迹的时刻，对魔,、那个、魔法的时刻，对，因为每每一个这个季节呢，迪士尼就会再推出一个电影，是不是？对，没错，<laughs> 现在又来了魔法。<laughs> and it's a time of peace。嗯，和平，对啊，和平的时刻。Wow, and also inner peace。嗯，那、欸、你知道那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国家，他们庆祝圣诞节是有很不同的方式。 真的呢，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就只有在台湾啦，你就觉得啊，圣诞节不就这样嘛。在台湾，其实台湾也是有一些活动嘛、啊，是没错，呃，你知道在呃十一月的时候，哦，很多很多百货公司就已经开始了。<laughs> 哦，所以所有的活动几乎都跟百货公司有关了 <laughs>、哦。对对对，就是花大钱的时刻来临这样子。<laughs> 我分享一个很搞笑，好，你知道日本他们怎么庆祝圣诞节吗？嗯 日本哦，哎，对我还真不知道耶。吃吃大餐，然后去哪里吃？你知道吗？哪里吃？就是最有名的就是 KFC。你是说肯德基傻眼？就是他们觉得我们要吃一顿好的东西，然后就叫 Take Away KFC，或者就是 KFC 吃。一定要 KFC 啊？对就不用煮了。啊，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吃，一定要 K。这个是式他们的习俗哦。真的。很多国家有不同的。 比如说 p 嗯哼，OK，波兰嘛，<對>他们会发那个 predinner waffle，、哦、就小小的那个薄饼，嗯哼,哼，然后上面都会印那个耶稣诞生的那个图腾，哇，好可爱、哦，白色的，嗯、很漂亮，嗯、对，但是他们那种 waffle 就是都蛮都蛮甜的呢，哦，没有，这个是没有什么味道的，的、哦。这是没什么味道的啊，很酷<對>、嗯。然后呢，你知道那个那个 Slovakia？ 嗯，斯洛维尼亚。对对对，好，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做啥？脱衣服。<laughs> 那么冷。呃，没有这么记载。啊、好好 <laughs> 我知道你喜欢，<laughs> 就是他们会吃 carb，就是鲤鱼。哦。然后这个很神奇是，他们会去特地去抓鲤鱼，然后让鲤鱼呢活在他们的浴缸，<是>几天之后呢再煮来吃。 哎，那为什么呢？意义是为何？确保很新鲜呐、啊哦，是这样子，<laughs> 对不对？带朋友来看，<laughs> 哦，你的晚餐在那边后、哦、在几天之后就能吃了。<laughs> 他吃鲤鱼的概念是跟吃火鸡的概念是一样的概念。<laughs> 啊、然后这个就是 Legend Hazard 的 the, the Scale Bring Luck and Good Fortune for the Coming Year 这个习俗就是象征着会带来好运，哦、对，带来钱财好运、嗯、这样子，对。 哦，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如果鲤鱼的话，大概只有在中国会听到吧，就是不太不太会在西方对东欧还是有，好有趣然后比如说 Greece，嗯，希腊希腊他们会不止装饰圣诞树，他们会连船一起装饰，就巨大的船，然后放很多的漂亮的灯哦。所以呃，因为希腊太多船了，是不是？哎，也是蛮多船的，对啊。然后这个习俗也是从一八三三年就开始。 那还有什么？呃，Germany，、啊、这个、就是他们的 Christmas Market 很有名啊。没错<国>他们的那个圣诞市集。对，然后大家都去买什么？买什么？那 Christmas mug，<laughs> 一个一个杯子。<laughs> 那每个人家里每每年都很多马克杯。<laughs> 对对对对对，马克杯。<laughs> 好可爱、哦。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那个 Austria，哦，oh, 奥地利呢？是你有听过他们有一个传说的生物？ 半人半羊，叫做 c r a m p u s 这还蛮多电影出现过人马兽之类的，人羊兽、哦，人羊兽。对，哦、然后人羊兽其实是蛮恐怖的，然后就会有大人呢、啊、故意装扮成人羊兽来吓小孩啊。因为对于外国人来说的话，圣诞节呢其实就相对于就是我们的。 过年啊，就是年兽的概念。對,对，年兽，我现在我就这么想。对，就是那个 c r a m p u s 呢，就是到处去看有没有那些 misbehave 的小孩、嗯、<哼>，OK，然后就把就带走了。<laughs> 我觉得这是一个吓小孩的，就是好时机、欸嗯。对，<laughs> 天哪，也太可怜的小孩了。然后呢，那个 England，、嗯、<哼>你一定知道他们做什么？In 做什么啊？ 挂圣诞袜嘛，对，好可爱哦、喔。所以就是每个小孩就会把圣诞袜挂在他们的火炉旁边嘛，啊、真的然后就期盼着就有圣诞老公公来放礼物嘛。真的，然后通常都是父母，啊、對没错。<laughs> 但我觉得全球全球就是圣诞节气氛最浓厚的，应该就属芬兰了吧？啊，OK，好了，<laughs> 你分享一下。因为因为因为那个什么。 就是我有我有朋友啦，有去过芬兰，那他们绝对绝对一定会去的，就是圣诞老公公的故乡。哦，对，哎、欸，你还可以写信给那个芬兰的圣诞老公公，对不对？所以就在芬兰的那边来说啊，他们基本上的从大概从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就已经大批大批的信件涌进。 就是他们分啊，所以最后谁去读？那最后，那圣诞老公公都会读，但是我基本上不一定会回信，因为因为太多了，无法回信。哇，还是那个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那个 threader，就信来，然后自动就是那个自动自动回复吗？自动自动给他锯掉的，对，自动砍成好几片。对，但对于小孩子来讲，这那个信没有被退回，其实就已经很感人了，代表哇，真的有圣诞老公公在对。而且 Christmas 我们刚。 刚才有讲过<对>那个 s，Time s t of Believing，嗯，就是相信。说哇，圣诞老公公，我真的很希望在圣诞节有一台 PS Five。对，然后那个爸爸听到了，对，爸爸听到了，了 <laughs> 对，没错，这就是圣诞老公公，他们都会跟那个、啊这个、Magic 的由来。没错，跟爸妈串通这样子。那<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特殊的庆祝吗？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好，我们还有还超级多国家的，比如说 Switzerland，嗯，瑞士。是 Kids get advent calendars，就是圣诞的倒数倒数呃日历，uh huh. 你有见过吗？ 其实蛮多地方有在卖啊，我我发现现在台湾就是其实也蛮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商业的、啊，会跟化妆品结合，<laughs> 没错，就是就是哦，十二月一号是什么东西？对，所以那个这个倒数月历、就是就是有好几天嘛，对，然后呢，每一天你把它翻过来，或者是把那一片纸抠掉啊，对，里面就有一个小惊<驚>喜,喜，对的，小惊喜，没错 <錯 S 2> 啊，小或者是一个卡小卡片啊，或者是一个图腾。嗯 哎、欸，我觉得这超棒的、欸，以后可以拿来骗小孩哎、欸，就是。你里面要放什么？就是沒有、啊、糖果嘛，就是可能会有一个藏宝图之类的，哦、然后就开始让他来做，欸啊、很有趣啊。所以很多、啊、很多的父母还会自己做这个 calendar，<對>让小孩子这个很累呢，那当然一月就要开始做了，嗯，哈哈哈，太累。然后呢？好，那你知道澳洲呢？他们做什么？ 澳洲做什么？哦，澳洲感觉你蛮熟，就是在你的纽西兰旁边。<laughs> 因为呢，大部分的国家呢，圣诞节的时候是冬天嘛，嗯、像美国就下雪嘛，嗯、很多地方下雪，對對對對台湾也是冬天，是可是澳洲、纽西兰呢，刚好是夏天啊，对呢，夏天呢<以>也太热了吧，所以他们的 Christmas 呢。 就去海边、哦、<laughs>，Christmas on the beach，哎、欸，很棒哎、欸！而且他们的夏天，那圣诞老公公来就是穿短袖呢、欸，哎、欸，短袖，对对对，對都光着脚，然后呢，那个烤 BBQ，<的>在海边，在那边圣诞老公公,公，在在公在那边圣诞老公公很难演，就是我们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一种哇 <laughs>、哦！那不然这样圣诞老公公会热死、欸、哦。对，所以呢，他旁边他会放一个那个 Chili Bun，就是那个呃呃火。活 活动型的冰箱，然后里面打开呢，哦、就马上有啤酒。哦，超棒的！<laughs> 哇，这个圣诞节从来没过过哎、欸。对啊，啊，那你飞过去就知道了。那你之前不是想要分享 Iceland 吗？哦，对，冰岛<島><島>是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故事？冰岛很酷，因为你知道冰岛就是一样嘛，就是它的下面都是那种冰川啊，这样子。那他们其实就有一个特殊的那种，就是活动，就是呃。 基本上他们都是很疯狂在过节，但他们怎么样的疯狂方式呢？他们是就像是我们泡那种那个山温暖跟那个冰温暖冰温暖，就是就是那种冰池。就是如果你有去一些，就是那种我我也不知道那叫桑拿店还是什么，游泳池其实也有。 就是基本上就是它会有一个冰池，然后有一个那个就是桑拿三温三三温暖的三温池。嗯、那但是对于冰岛来讲，他们不需要有什么冰池啊，因为他们只要挖一个在冰地里挖一个洞，<laughs> 就是就是一个冰池了。那他们其实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人民就会跳进去那个冰池，然后然后再再跑爬,爬出来，然后再去三温暖做桑拿。那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过了好几回合。 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疯狂的部分。哇，你看疯狂到都有配音了，可以想象出来，他们那边的人民应该很 <laughs> 很,、欸、很用哦，<laughs> 真的很用哎、欸，那个跳进、欸、那个冰水里面是不是超冰的？ 你想想看，欸、那他们会每一年呢很,很害怕圣诞节的来临吗？<laughs> <laughs> 哦，又又来玩这个了，<laughs> <laughs> 真的就是不要再那么疯狂了。<laughs> 他们是不是有一个传说，就是他们是有十三个圣诞老公公？嗯哼，哦、啊，十三个圣诞老公也是，十三个圣诞老公公，他应该叫做圣诞男男孩。哦、对他们来讲是圣诞男孩。欸哦、那他们是怎么样呢？就是其实这也是我觉得也是骗小孩的啦。就是他们这个圣诞男孩呢，会送给小朋友。 礼物那怎么样的礼物呢？就是他会在他们的靴子里放什么东西呢？嗯、就是乖的小孩就会有糖果跟巧克力，嗯，那但是呢，不乖的小孩你知道会有什么吗？你觉得如果不乖的小孩，嗯。呃 锤子刀片，<laughs> 我不知道、欸、你是什么那个杀人犯的温床？<laughs> 没有，他会给他那个坏掉的马铃薯，<laughs> 更坏。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马铃薯真的太多，而且马铃薯真的很容易坏掉。嗯、那不是有十三位吗？那十三位都要给吗？我我不太知道他们这个十三位到底是怎么样分派的，这可能因為我们必须要当地去考察。哦、对的，而且我我而且你为什么是叫圣诞男孩？因为 <laughs> 我看那个图片呢，是十三位。 那个外貌是比较老的，然后有胡子的像、哦、那个的老人呢、欸？因为因为我叫那个 u r l e t e 哦吼！那我们真的必须要去当地考察，對,啊、考考对对对，对当地考察。我反正他们有十三个圣诞老人。是的，是的，我看的文献是可爱的男孩、啊，是这样子。对对对，可能对于对于小朋友来讲，比较不会不会那么害怕。啊、好，那我们我们下一个要分享的是墨西哥 Mexico。哇哦，墨西哥！好，你猜他们做什么？ 嗯，墨西哥的话哦，唱歌吗？唱歌吗很很？Happy 呀、啊，对，很爱 Party 嘛，所以是 All Night Parties with p i n a t a s p i n a t a s, <laughs> <S 是食物吗？是啊、呃，你应该有看过，它就是一种很大型的纸做的动物，然后呢里面呢会放很多糖果。 然后让小朋友呢、啊、蒙着眼睛，啊、拿、啊、拿棍子把它打破，哇，好有趣！然后，然后只要打破完，里面糖果大家吃、哎。对对对，啊，所以那他们就会结合玩这个游戏啊，啊然后唱歌啊，跳舞啊，嗯、狂欢啊。So、s o <哇> happy。那要做很多皮尼亚塔、欸哎，对对对，<laughs> 或者可以买。<laughs> 哇，这就是每个每个国家好像都有不同的庆祝的方式嘛。<的>菲律宾就会放，比如说很大的那个灯饰展示。嗯、啊，其实新加坡也是差不多是这样，没错没错，就,就很大型的灯光的展示。没错没错，就非常的热闹。真的，那我这边也有看到，就是像是如果是葡萄牙，葡萄牙他们基本上都、啊就是在圣诞节当天的早餐会有一个早餐聚会。 然后呢？这时候呢，就是葡萄牙的人啊，他们都会放一些。当然，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圣诞节呢，比较像是呃，在纪念一些嗯，应该说就是家人团圆的概念。那他们有一个特别很特别的是，在他们的餐桌上哦，应该说他们餐桌呢<对>旁边呢，就是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旁边还会放一些空的椅子。嗯、其实就是为了要纪念那些已经过世的情人。 哦，oh, 对，这这跟我们台湾就是因为我奶奶她都会拜拜嘛，她拜拜的时候就拜一桌，<对>然后一样椅子都不能碰到，哦，因为亲就是过世的亲人要来吃饭这样子。Oh, 对，这这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哎，原来跟台湾就是应该说就是跟台湾会有一些类类似雷同的地方。哎、嗯，我记得还有一个国家，它是呃，哦，要把那个扫把藏起来。 嗯，mm hmm. 是荷兰吗应该是就是要把扫把藏起来。對對對没错。然后呢，就是因为扫把呢象征着，比如说 witch，对对对对，呃、女巫啊，巫然后那些那个 dark magic 会来找这些<好>这些东西，所以要把唱起来，就不会有厄运。對對對嗯，好可爱哦，都有一些很可爱的习俗，对对对呀、啊，真的。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进一首歌，我们等一下来分享 Reader Digest 所分 for。 所写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作者文章，是对四十个 Christmas 可以做的活动哇，四十个很多呢，做永远做不完，一天做一个。那里面呢有一半呢是无法在台湾执行的，比如说那个什么 make a snowman，可以啊，拿棉花来做啊，谁说不能？对，可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那 c a t r i n a 为我们来带来一首歌，好吗？好，那我要带来这首歌呢是 Adele 的。

我们圣诞节可以做的事情，对，而且而且呢，那有些真的是跟下雪相关的，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 make a festive snowman，对，这个真的很重要、哦，我们我们就不能参与了，我们就不能参与 <laughs>，不然不然就可能把把妹妹拿来做那个雪人，给她穿白色衣服，好，我们先跳过好了。<laughs> 可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是可以做什么？ Make Christmas cookies 啊、哦，做那个圣诞节像是姜饼人这些的小小饼干，或者是那个饼干就做成圣诞树的形状啦，或者是姜饼屋的形状啊。哎，这个完全可以，或者是 Gingerbread man 的形状啊。对，没错，我可以那个亲子一起做哎、欸。对，而且呢，他们呃很可爱，就是做完之后，对不对？会用 icing sugar 在上面画图。 嗯比，比如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姜饼人，上面就会画眼睛啊，<對>他的那个对啊，身体的衣服啊,啊,啊，是是是，很可爱。嗯，这个是合家欢的活动，没错没错，这很重要，这個、可以放到那个就是倒数计时月历里面，可以一起来做的事情。嗯、对，还有呢，还可以亲子活动什么呢什麼？Make Christmas ornament，ornament Or <nament? S 2> 就是装饰，啊、就比如说挂在圣诞树上面的装饰啊，嗯、很多家庭他们也会自己做。<錯> 就可以跟小以小朋友们一起做劳作嘛！真的，真的就是不管上面的星星啊，还是上面你想要放一些小球球啊这些的，而且还可以自己画，那嗯嗯<哼>。我、欸、真的很重要耶對。那还有可以做什么呢什麼？Read the Christmas book，然后他们有挂号，for two。 <laughs> <就> <laughs> 两个人可以一起读一本 <laughs> 跟圣诞节相关的书哦。哦，oh, 这个很棒，因为这个话就可以让他们知道，哎，圣诞节到底也冲啥货。嗯，<样>会跟小孩子一起读吗？没错，没错，这很重要哎。然后必做的是 listen to Christmas music 啊，oh, 没错，就是你就算没有自己放了，也别人会放给你听。真的，除就是。 那个就像你去百货公司，或者是走在外面，就一定会听到了。又或者是像美国，就会有那种报佳音，嗯，对，就会有人来敲门，听怎样还要敲敲门，那个 Hello，然后就开始。那个叫做 Christmas Carol，报佳音，对对对，太可爱了。还有另外一个是 Go Ice Skating，Ice Skating，对你说像美国的电影，不是常常出现吗？就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很冷了。 然后就会有那个溜冰刀的场所出来嘛？对，然后就是两个情侣在那边溜溜溜溜转转转转，然后培养感情，然后就是一对 magic 就发生了。对，那我台湾可以去室内的，在在室内。然后音乐的话，他们应该会帮你放好。也有 Christmas music。对，这个台湾也可以做。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Christmas music，通常呢，在 Christmas 都可以去看一个 Christmas play。 嗯，就是 Christmas 的舞台剧，舞台剧对，没错。对，当然啦。除了如果如果如果你真的找不到舞台剧，没关系，Netflix 上面有超多超多的那个电影已经出来了、喔。嗯，你有听过 Nutcracker 吗 <laughs>？Nutcracker，<laughs>、啊、我知道，胡桃钳。<laughs> 對,对对对，是、uh, 这个就是有名的 Christmas 的、呃、舞台剧。哇哦，呀，那那那也都是走 magic 的路线。对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出去外面。 看看 Christmas light displays。嗯，那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就是啊、uh,，Christmas 灯饰。没错，没错。就是你啊，我那时候住国外的时候啊，嗯，就是 Christmas 的那个月，嗯、就好几条街呢，这个所有的邻居呢，就会不约而同的把家里就装很多的 Christmas 灯，超级漂亮。 哇！就整条街全部都是在比那个谁的灯不叫掐牙，就哦越越冲越大，<laughs> 那瓦数越来越大。还有那种整栋全部都一起用,一用的哦，那个就是就是一个开关一打开，那整条街就变成白天了，太美了吧！对，所以 Christmas 呢，oh. 就很多情侣喜欢去那边逛逛逛嘛，是,是是，就是气氛非常漂亮。 所以纽西兰的那个，应该说纽西兰的呃圣诞节啊，基本上就在比灯饰而已。还有什么、呃？有指定的几条街，对对、哦？是 <laughs> 就是如果你刚好买了房子在那条街，那你就被迫加入那个比赛，哦、<laughs> 马上就有参赛权。<laughs> 对,對,對就是整条街全部人都点灯，<laughs> 那只有你是暗的，那不行嘛？怎么看呢？<laughs> 太不合群了。如果你你硬不要的话，可能他们邻居还会来帮你加灯呢、欸。哎、怎麼在干嘛？你可以考虑不要。 住这里吗？<laughs> 好可爱哦！还有，你有听过那个 Ugly Sweater Party 吗？啊，我知道，就是丑。我我不知道那里叫做什么，丑衣服吗？丑、就是、的那个编织那个毛衣、呃，对，没错。<laughs> 就是我，我觉得那个还是要看人穿呢、欸，因为其实有些像是你，你想想，如果安海瑟薇穿，哦，那個、不好像、OK、那完全不可以接受就是。<的>可是这个这个 party 呢 <laughs>，Ugly Sweater Party 的用意就是，你一定要穿一个很丑的 sweater，、嗯、<哼>对，就是越丑越好，都不会穿。对对,對就平常穿出门一定是真的不行的。對,对，人家就觉得哇靠，太合了吧那種，真的。 然后呢还可以做什么呢？做什么呢？嗯，这个呢，这个推荐呢，非常的有深度。Volunteer in your community，、哦、<吼>就哇，这是一整年来了，就这、就是、这个时候可以做点善事嘛？volunteer 之类的。对,对对，捐捐血是不是？<laughs> 然后去，或是去那个老人院啊，啊帮帮忙啊，啊然后可以捐一些。 捐一些呃玩具啊，或者衣服啊这些哦。这个部分的话，我必须要说一下，因为我自己有在练瑜伽。你知道我们的瑜伽老师啊，他总共有十个，十个应该说应该十堂课的学生了、啊嗯。对，结果我们全部就是每个人，当然就是这个不强求，但我们全部十堂课的学生加起来，我们捐了十万块给了那个。 就是有缘哇！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很不错，嗯、大家可以<為>就少少的钱对他们来讲其实很对对,對让他们可以感紧受到温暖嘛。对，让他们觉得哎，圣诞节原来真的有圣诞老人，真的有 magic，真的。然后下一个活动呢？是这其实国外也非常非常有名，很多人喜欢就是 Christmas Movie Marathon 啊。哦 有听过吗？<laughs> 就是一就是所有的那个叫做什么圣诞节的电影，就是一直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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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电影的马拉松。哎 <laughs>、欸，我觉得那好快我、哦、就准备了很多的 popcorn。哎、欸，我觉得这样很棒哎，这个我不需要参考。<laughs> <laughs> 就是完全放空，然后跟你最好的朋友就一直看电影，一直看电影。真的真的，<laughs> 因为因为其实就算不是圣诞节啊，是 Netflix，应该说不要说 Netflix，、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些呃影影。In, in, 影剧的那些平台，它上面也很多那个圣诞节的这些电影。你知道，你看完这心情神好，超好的。好，那这个是一个很放空、很放松的一个活动，就是 Movie Marathon。那如果呢，要稍微动动脑呢，你就可以 Host a Christmas Christmas Game Night。哇，玩玩圣诞节的游戏有什比如说圣诞节的游戏，Christmas Bingo。 大家都有玩过 bingo，<laughs> 对不对？<错>或者是玩就是大家喜欢的桌游啊。对对对，我这反正就是好，你就玩狼狼人杀哦。是什么？这是,是狼人杀。没错，狼人杀。<laughs> 对,对啊，对，就是、稍微动动脑嘛。然后主要就是跟朋友联络感情啦、啊。嗯，对，没错。真的然后呢，还在圣诞节的时候呢，do a random act of kindness。 哇哦！Wow, 就是像刚才说的，你觉得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嗯，然后或者是你忽然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说、嗯、<哼>好，那我今天要好好来做一件从来都没做过的善事。嗯嗯，这样很好哎、欸。然后，然后他可能就是想说，就是应该说。 我们也不求什么回报，然后但是呢，他可能就会把这个爱传下去。嗯，对，就是在电影里面不是有有有时候会出现，就是<对>就是呃，有有一个有一个比较可怜的人去吃饭啊，就发现对对哇，就好像付不太起，是是是然后突然出完就有一个陌生人就帮他结账了。对，然后就说哦，Merry Christmas，真的，<对>哦那个、超感人的 <laughs>，就是 a random act of kindness，真的,真的，就让他们觉得哇，就很很暖心，真的,真的，真的。 对、哦，还有要做什么呢？还有 send Christmas cards 啊，没错，写卡片很重要哎、欸，你还会再写。 你、欸、会写真的卡片吗？我基本上 cards, 现在都都传 line，<laughs>、就是啊、就是 line 的贴图，然后一次可以充给差不多五十个人，然后就专寄那个罐头信就对了。<laughs> 真的真的，因为现在的话就怕人家也不知道，就是那个卡片，因为你其实后来觉得，哎、欸，卡片呢，哦，对啊，突然、啊、你可能会放个十年，但十年后必须还是要断舍离。可是用写的呢，就是比较有意思啊，<laughs> 对，比较有温情，自己亲手写，写<对>完之后再喷上香水，<對>哇！ 封起来，上面盖一个那个 wax、啊。天哪，那个叫什么？那就是那个、那个、那个辣热辣啊，热辣，啊、对，那种辣寄出去给你的朋友，哇，哇那很重要诶、欸、这个跟 line 的贴图相比起来，就完全不同等级的。好了，那我必须先去买一组热辣回来，<laughs> <對> <laughs> 真的。 那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像是那种婚礼的喜帖应该也要这么写啊？呃、对对如果你那我这么干枯，<laughs> <laughs> 取决于你总共要寄出几组了。然后寄寄出去，然后后面要写，哎、欸，不好意思哦，那个那、這个那个出席费是多少钱<對> <laughs> 然后很多人也在 Christmas 没那个做什么呢？Christmas quilt 啊、哦，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哎、欸，脂<織>。啊、对对对，Christmas 的。 图腾，嗯哼，哇，这这个很厉害。所以呢，你就要拿出那个线呐、啊、针呐、啊。Yeah. 这个就是中国的刺绣，也是蛮像的。你是你是刺出，我们是刺龙刺凤，然后然后你是这个是圣诞树，对是啊，或者就是那个，如果圣诞树太难了，反正就有一些红色跟绿色的颜色的色块就 OK 了。对对对，放下。要求好低哦，真的是哎。好，那另外一个活动你知道是什么吗？啊，Make a Christmas wreath。 小花圈嘛，就是那种那种，其实可以买的买得到材料的。嗯，那花圈上面呢，就有些干的植物嘛，对，干的植物还有干的干果，其实还有对，还有一些干的那个算是那种核桃嘛，对，核桃啊，又或者是就是一些小小坚果，然后就做成一个圆形的形状，可以挂在门上啊，装饰啊，这超爱的，很漂亮。台湾也超多在卖的，对，那真的超可爱的，而且。 哦，说到这个，其实英国他们有一个，呃，是那个习俗嘛，就是、嗯、这是我看电影看到的哦，是這樣嗎是的，对对对，就是如果呢是一对情侣，又或者是哎、欸，可能是因为因为大家不都说圣诞节就是 magic 的、嗯、的节日嘛，那如果呢你在一种一种植物叫做胡寄生。 就是在在这种植物下面呢亲嘴的话呢，哦、oh.，您你们的你们的未来呢就会走得长长久久，oh. 你们就会在一起走走所。所以这个是 Mr. Hole。 嗯，没错。所以中文是胡寄生,胡生啊，然后它就是啊<錯>、呃、绿色的植物，然后有红色的果子。对，没错。哦那个也是非常象征圣诞节的植物。是是是，没错。所以呢，就是情侣要在这个 Mister Tall 下面。对对,對做什么事呢？就是亲嘴。好、哦、OK 對對對。啊，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植物，不好意思，你就直接放在把那个植物放在你头上这样子，<laughs> 就找不到那个像。对，是有这个这个我觉得超级可爱的，超级可爱。 这就,就是各国各国的。然后那个那个美国也很喜欢在 Christmas 办 Christmas pajama night。 <laughs> 我这个觉得，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这个也常出现在电影，就是为什么就要穿 Christmas 要办那个睡衣 party 呢？请问其他日子不能很放松吗？就每个人去就是穿睡衣，<laughs> 然后圣诞老公公也穿睡衣，哎对对，好可爱哟、哦。然后他有些人就会去参加那个 Christmas Carol。 哦，oh, 就是那个叫什么？唱诗歌吗？对，没错，鲍家音。鲍家音诗歌。嗯、mm，hmm, 對,对，这个一样。我觉得，呃，你可能去一个家家里，然后这样唱，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大家大家都很快乐，对，很开心。我这边也有看到那个意大利啊。 因因为意大利肯定也是那个，应该说耶诞节气氛也是非常隆重的。嗯、那其实在耶，在意在意大利来讲啊，其实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习俗，是这样，就是其实儿童们呢，就是小朋友啊，他们会写写作，就是可能写了个诗，写了个歌，还是写了他们想要对他们父母讲的话，嗯、然后呢，就是感谢他们父母啊，在这一年呢给他们的谆谆教诲呀、啊、这些的。那他们的这些作品会放在哪里？你知道吗？ 超级可爱，贴在额头。 <laughs> 太明显，太明显了。<laughs> 他们会放在呢，就是他们在吃圣诞大餐之前呢，他们会先放在那个桌布底下，又或者是在藏在那个桌巾里面，就是让然后当然父母一定都知道啊，突突了一个那么大块的东西，那、嗯、他们都要假装没看见。然后呢，等他们吃完大餐了，然后父母才会这样子打开，哎呦，好开心哦、啊！然后在大家面前朗读下来，哎、<呦>这样子。哎、OK，然后的，然后他们就是其实。 对于他们来讲啦，就是一个呃，大家团聚的日子，哦、然后跟小孩亲子间的。哦 一些，所以小孩子就是会偷偷的写下：“哦，妈妈你好辛苦，每天都起来煮早餐给我吃，<的>然后又送我去学校，是是然后最后那个 PS，呃，如果可以有 PS Five 呢，那就很好了。” <laughs> <laughs> 幸好你不在意大利，意 <laughs> 大利的父母已经头很痛。<laughs> 而且这个是在他们家里，在他们外面更可爱。你知道吗？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其实，在圣诞节不是都会有一些圣诞小故事。 对于他们来讲，马棚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嘛，就是因为毕竟他们都是什么圣母玛利亚，嗯、我其实不太清楚啊，<对>但是反正就是在马棚生下耶稣的这样子，嗯、所以呢，在意大利啊各个街道、城市，其实他们除了张灯结彩之外，他们都会用一个阵容庞大的。 那个圣诞马棚，OK，对，然后尤其在有些教堂的门口，他还会用一比一的马棚架起来，对 <Okay. S 1>、就是，哇。 哎呦，真的吗？啊、呃，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如果节目效果还要再還有位什么东方博士，<laughs> 对，要把那个三位圣人、呃，对对对，就是之前那一幕的重演，<laughs> 对，直接重演。<笑><笑>这个可能是好用心哦。对，可能教堂要行销的时候就会这么做了。嗯嗯、對,對,对，好像是不是那个纪念嘛，耶稣诞<對>生嘛。没错，没错，我觉得超酷。而且他们做的这个是真正的是纪念圣诞节嘛是？是的，是。那其他地方。 的就是比较跟真正的圣诞比较脱呃脱节了关系，是，但是跟快乐跟快乐有关系，对对对对，是的，我觉得超棒的哎。然后又有了一个活动，是这里写了，但是我们也没法做，可是大家学学这个英文就好，太可怜了吧？Go sledding！哦，我知道了，这种东西那 sled 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啊。 你知道啊，圣诞老公公呢？他后面载的那个带的雪橇吗？啊，雪橇。<对>然后呢，都是谁拖那个雪橇呢？就是可爱小麋鹿。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呢，你住的国家是有下雪的，嗯、所以很多小孩也会出去外面滑雪橇。嗯、对，直接就是坐的那个雪橇，然后因为他们那都有一些可爱的小山坡地嘛，就直接从那个滑下去。嗯 好好哦，对呀，我们这边只能滑什么？哎，我们可以滑沙，滑沙对，好酷哦！或者是去一个 Christmas Parade，嗯，很多地方很多城市都有 Christmas Parade 游行。我相信那个迪士尼里面一定也会有八百万个 Parade，一百 percent 会有的，而且一天可能很多场。对你，你不看都不行，你闭上眼睛，音乐还是在你旁边。 <laughs> 嗯、<laughs> 真的是。然后呢，如果出门比较不方便呢，在家可以玩另外一个游戏，嗯、<哼>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什么游戏？Christmas Scavenger Hunt。哇，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哇，这个你可以在家设计自己玩这个游戏了。就是呢，你故意把一些礼物藏起来，嗯、<哼>然后呢，又制造一些 clue，就是线索，<laughs> 然后让参参与的人呢，可以去找礼物。 哦，oh, 就是例如说啊，你反正礼物藏在哪里，就说你每天屁股都会坐的这样的，他就开始去挖马桶啊，还是去挖什、哎、对，就是你要给他那个多少的 clue，<laughs> 然后最终才找到说哦，一个筷子。<laughs> <laughs> 气晕气到爆裂，可是这个过程很好玩啊！这 Christmas Scavenger Hunt，哎，我觉得超棒的，超有趣。到底是什么礼物呢？然后你就一个 clue 找完之后，又通往下一个，就跑到那个房间去了，然后又跑到室外去了，然后跑到朋友家隔壁的 Seven。哎，我觉得这超有趣，这一样也可以放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蛮有趣的。日历，对，嗯，然后还有一个是大家常做的。 嗯 c h r i s t m a s photoshoot 啊，就是要留下来。啊就是 就比如说朋友啊，或是全家啊，就是拍一个 Christmas photo。对，就是那个算是全家福的感觉。对，就代表又过了一年了。可是呢，你就会在圣诞树旁边啊，你手上会拿那个 wreath，那个花那个植物圈嘛。然后你身上会穿那个丑衣服，ugly 会说 sweater。对，没错，丑毛衣。对，非常有纪念性的 Christmas photo。哎，很棒哎。那如果这个都还不够呢？Take a photo with Santa。 啊，天哪，<后>这个就是去,去哪里找 Santa 呢？去哪里啊？应该百货公司会有，百货、哎、公司应该对，大概花个两三百块或五百块会有这样子，就可以去照。哎，我小时候真的有照过、欸，超可爱的。 就是我，我说我超可爱的、哦、是這樣，Santa 超大只 <laughs>、嗯。那你是坐在 Santa 的脚上吗？对，坐在他的脚上。但有那时候我，我因为我妹只要看到像是麦当劳叔叔啊，然后 Santa 这种比较大只的的人物。 他们都会哭，所以我妹哭到爆那看到比较大只的人物，那 Santa 就是一个人呐，他就是一个一个正常的人。所以那位演 Santa 的北北啊，他快要被我妹给吓死了。他想说，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哦，OK，好，就是人还是不要太大只，是不是？不要太大只，不要太大只。我们的营养健康很重要。嗯，好，那另外一个可以做的就是比较是个人的心灵层面的。 哇 <Wow, S 2>！Write letters for future Christmas、嗯。哇，超有趣的，这就跟那个就是写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就写给未来的自己的概念。对，然后你的未来的你就在未来的 Christmas 打开、嗯。真的。啊，里面就说啊、哎，你不要再这么懒惰了，好 <laughs> 好读书，知道吗？结果 <laughs> 今年还是一样那么懒惰，<laughs> 真的。然后或者你可以预测一个事情。 嗯，呃我预测在明年的 Christmas 呢，呃，比特币已经到了八万，<laughs> 看有没有的。我是希望到十万的，<laughs> <laughs> 对，可以预测，预测一些事情、啊。那道明年的你在 Christmas 就打开嘛，對,對,对，蛮有趣的。所以<錯>、so、write letters for future Christmases，哎、欸，真的也、欸、可以自己这样子多做几次预测，哎、欸，说不定你也是不知道什么哪里的章鱼哥，<laughs> 真的。所以，我我就稍微选了一些这个 reader stages 里面讲的。 然后有蛮多，就是对我们来讲比较困难。嗯，比如说会有些人会去买很大的那个 inflatable，那个充气的玩偶，然后就就充气，它就变成一个巨型的 snowman。嗯哼，然后你就被你妈赶出去了。对，在台湾会，因为你没有地方放嘛。然后在国外你是有 front garden 嘛。对，没错，你 front yard 就可以放嘛，就是你们你院的前面，面对对，房子的前面，然后又有一块地。 哇，那种也是必须要那个，应该说竞赛的概念的，就是哎，除了灯张灯结彩之外，邻居开始无形中又开始比起来了。对，本来先放一只小小只的，哦，越来越大，你走到那个街，从街头走到街坊街尾啊，哇，完全都不一样。那这种竞赛在台湾比较困难，真的，就是如果你的家的前面又有一个很大的地，就是要一个山庄了嘛，那你山庄跟山庄能够竞赛，就离得很远，比不起来。那如果你现在真的买。 的话啊，真的放在你家前面，或是你家的那个骑楼的话，马上隔天就會接到法兰。那 <laughs> 这个就跳过了。<laughs> 对对对，這個、就跳过了。这 <laughs>、啊、真的不行耶、欸，还有一个也是很神奇的，就是哎、欸，他们居然有人是呃，这 <laughs> 叫什么 make popcorn garland，就是把爆米花用针线穿成一个，好 <laughs> 像一个项链。 天呐，这个是要在那个，我只有在那个小孩子，确实 <laughs> 是个小孩子在 <laughs> 小孩子在那个就是要羞挠的时候才会有的。所以呢，<laughs> 我在想，在台湾的父母可能也不喜欢这个活动，<laughs> 因为那个衣服衣服都会黏黏，对对不好洗。<laughs> <laughs> 真的，哇，今天真的太有趣了！我就突然有一种就是圣诞节的感觉，不然在这之前，我都觉得哎、欸，好像没有什么过节的气氛。 嗯，也希望那个听众朋友呢，可以现在开始有这种 festive 的感觉。对，然后现在呢，父母们呢，也可以开始来准备做那个就是 calendar 了，就是做那个呃 advent calendar，对，倒数计时，然后在里面呢，可以放一些跟亲子的互动啊，或者是跟家人的一些感谢祝福的一些活动。哇，太棒！可以开始把一些礼物藏起来，是的，留下小小线索。对，小小线索，超有趣。要计算出一天。 维基那个微积分的数学，对，才知道在哪里。没错，又或者可以开始，就是在你的片单里面呢，把所有圣诞节还有或是你想要看的电影全部放在一起，然后大概在十二月二十五号前呢，就是选一天全部把它看完，然后就只要准备好吃的东西、oh, 这样。Christmas movie marathon，没错，就是来个马拉松呗。嗯。 好的，那在节目的尾声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在今天跟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可爱圣诞节的的开张、嗯、开张。<laughs> 所以接下来是<对>我们是要那个 Christmas song marathon 吗 <laughs>？好的，那我们最后呢，就再来一些，就是呃一首。 就是，或者是我最喜欢的嗯，啊、先从我最喜欢的开始。好的，就是 Last Christmas。哦、oh, beautiful。<laughs> 对，那最呃下下周同一时间呢，也希望所有听众朋友呢，也在空中与我们继续相见。拜拜。